顾小姐，请吧。 这花吗？你忘本了，这就是咱们贵州的杜鹃花。弟兄们，老子今天不是送女儿上路，是送女儿出嫁，我们都要红红火火的。 开始吧，顾小姐，临别了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 爹。
绢花真的好美。现在贵州应该漫山遍野都是杜鹃花了吧？我从小在这儿长大，是这儿的山水养育了我，能够在这儿了结，我安心了。我自横刀向天笑，去留肝胆两昆仑。其实活着的人比赴死的人更艰难。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中央的指示下来了，说是。说吧。委员长虽然不再追究了，但是这一次恐怕老师您的兵权要彻底的交出来。还有王建烈主席深感剿匪不力，已经主动请辞贵州省主席了。看来我丫头还是想得简单了。老蒋啊，有没有借口他都会这么干的。老师，如果您愿意，我愿意保举您去中央，只要是石溪啊，不必了，我老了，有好多东西我看不懂了。老蒋现在还身在贵阳吧？是的，委员长已经亲自到贵阳阵前督战。好一个阵前督战。不过我看也许过不了几天他就真的在阵前了。你忘了咱们的遵义是怎么丢的吗？学生先告辞了。石奇啊，哼，今天你我
恐怕都出不了这扇门了。